分耕耘，若存恶心，明瞒暗骗，狡诈偷客，欺哄愚蒙。比见若小，事权入善，以富压贫，令令智昏，犯得百姓，数物怠慢，偃月快刀，毫不留情。贫贱公子，敛财谋利，但为己有，对当万身，金银财宝，散财散舍，大事虚名，佛家一文，贪嗔痴爱，心思不断，九圣财气，强困真者，贺景俊也，难处下手，闻恶中容，闻道名称，纯阳醒茶，心存未尽，除恶勿尽，斩草除根，气出浮躁，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温良俭恭，至诚无习，暗示无欺，二六慎独，时刻战兢，见义勇为，不分物我，万类相感，以忠以诚，无欲而刚，有道而正，法效百水，一生节清，民不三长，食不尽瘴，画中自正美，若光明，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，奉公正义，心正感神，官正威仪，静以修身，与昌对吉，节奏对人，无信一说，行无偏执，视听言动，合乎中庸，地灵凡界，非软显化，修身阐述，贵在知行，诵经明心，依经实践，过物淡感，故有二心，再论人道，纲常伦理，仁孝礼义，大患家，不耻子孝，人间美景，教学门第，人民德风，三子三子，各族弟己，华商转亲，夏凉冬温，一日三朝，文王并醒，孤竹声笋，梦中成名，百孝经文，奉为圭臬，老少皆能采衣履亲，家有父老不立为产，安身立命，报告奉行，爱亲不误，敬君不慢，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，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是为孝忠，同气连枝，长枕大背，兄有弟恭，亲有玉坤，严氏家训，告诫子孙，留得后辈，家言一行，婆媳妯娌，不得有事，饥肠了肚，孤少不宁，空中照耀，无中生有，离间兄弟，非是吉星，不合父顺，如不停色，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，取有弊端，不交寡信，酒朋悲心，夏凉相视会中，损有无情，是非不断，利有利己，质量多闻，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，
志同道合，愿力道同。军人城中国有真祥，君霸身兼民不聊生。敦仁秉德以化暴力，修理诚意君臣一心，德待百姓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一路福兴，剑指春秋齐心明鉴。屈原胆诚不污德品，正歌代代精进不懈。范言实践常有未真，今时古月今月古人。与世混浊唯我不能，三论周密气贯长虹。寸动山河凛冽东西，坚如金刚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横扫万军，日月昭昭乾坤朗朗。千尘不玷烈火纯金，天地凭谁千古常在。星斗为何万世长存，岂有孔圣周游列国。非道殉俗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万物皆应。十六世绝受乎一尘，孟子现在世端之方，心别异类一生大风。其为器也配义与道，至大至刚至妙至灵。朱武困胡历时九载，汉桀手握心在朝廷。威胁利诱不入使命，饮血吞丹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只求全忠。忠臣易守佞臣易举，何来何去何必相争。杨家将士一门忠烈，金兵猛将条条忠魂。岳武穆将精忠报国，十二金牌何惧使身。荡气回肠家国天下，字节参天满江红中。宋末三杰铮铮傲骨，三河破碎人烟口唇。成人取义气血正清，歌有千载天祥人品。当寻八拯何人不是，太史中义死后留名。陆祖金公何从印证，奈何以示独忠一心。公长子系八卦如晦，大开普渡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显真菩萨，后人仰赖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剑锋转舵使人太轻。无义失信如廉失信，无信以威无耻失仁。大节不语义待尽，无云则缓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无修身者，无忠义的无道德的。三孝大者周己严律，丝毫不苟念发言辞。是切或说砥砺琢磨，是读八邪荡然无存。穷不思义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立德立品，
王孙帝庙里，金笔垂世，道谢世人一步真经。无魔真经日日持咒，数尽尘尘必有感应，前心跪拜，持念观心，忠义相承，日夜遵行，心宽体安，心系神性，无有半点亏欠随心，犹智不生罗当不入，爱何缘起，七彩祥云，蓬松化影，玉簪沉香，尊经孝行，感运感应，心传天秋元德经络，昼念行九美那圣等，无真经取圣圣旨，浩然正气，通摄满盈，唯独无气，唯独无气，意气精忠。唯独无形成就大功，一心贯彻，以心一心，九六乾坤，彼岸同灯，清单悟出时候，一空再空三空四空五空六空七空八空九空十空手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吉普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随遇现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滚圆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神经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增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不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无数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征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生罗七宝星，
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处清竹耳挂甲钉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羊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道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周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哀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刻报自己姓名。敬女洪思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慈悲做主，将持起驾到最低，将持疫情，将持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治所治党，是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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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，非常棒哦！哇，小天使读得好棒，大天使也读得好棒，感恩，感恩，谢谢每位天使，还有谢谢妹妹，谢谢你们太辛苦了，小天使。也是各位护林站各位主持，还有谢谢各位真的优秀，各位天使大家晚安，大家送经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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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医院呢，需要人家帮忙，他念念那个弥勒救苦真经啊，功德功德帮帮忙啊，
弥勒救苦真经啊，那功德回向帮帮忙。啊，到底啊，看好道理啊！哈哈哈！哎呦，少爷唔使，不要抓水外口尔，唔好你去行干嘞。啊，蟑螂来干扰。